今天我们做一只兔子，先挤一个圆，然后边挤奶油边斜的往上挤，做出它的身体，在底部圆侧面的中间挤出二指形的后腿，在身体上半部分做出它的两只前肢，在尾部挤出它的尾巴，头部也是先挤一个圆，然后花嘴微微抬起，斜的朝下挤出它的嘴巴短一点，在后脑勺中间的两边挤出它的耳朵，然后用细标弯出它的耳朵轮廓，两边在中间宽，在头顶中间挤奶油往嘴方向挤出它的鼻梁和鼻头，在鼻子两侧下方稍微挤点奶油，让它的嘴巴前面稍微宽一点，眼睛坐在头部中间，挑出它圆形的眼睛，两边眼睛位置要对称，然后我们再用巧克力软膏描出它耳朵的轮廓，画出圆形的眼睛，点出它的鼻头和它的三瓣嘴，在上肢前端画出它的爪子样，兔子就做好了。